欢迎各位收听安博足球快讯。知名转会记者罗马洛确认了英超球会车路士将会签下巴甲山道士的年轻巴西前锋华盛顿。罗马洛在他的社交媒体上透露，在6月份才年满18岁的华盛顿将会成为车路士球员。官方的公告即将出炉，车路士将会支付1600万欧元，另加4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给山道士去签下这名2005年出世的前锋。根据此前的报道，车路士将会与华盛顿签下一份6+1的合同。18岁的华盛顿是一名身高达到1.87米的中锋球员。他自今年4月被提拔上去山道士一队之后，一共为山道士出场过16场正式赛事，包括9场的巴甲、3场的巴西杯以及4场的南美球会杯赛事，合共攻入过2个入球。华盛顿目前的身价估值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显示为400万欧元。我是阿斌，多谢各位收听。喜欢这条片的话就记得给 like 同埋要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再 share 埋俾你啲朋友仔睇。咁我哋下条片再见，拜拜。